我就是一个很喜欢开演唱会的人，不好意思，我真的很要直接讲，我很喜欢开演唱会唱歌给大家听，因为我已经就是很常在酒吧里面唱歌，我很希望大家可以眼神都注意在我的身上的这种感觉，所以我一直很努力，一直很努力，希望可以就是办一个演唱会，让大家都来看我跟支持我，就是这么简单，一个小小的心愿，谢谢大家帮我完成它。接下来我希望可以有更多人，好不好？百人，再来是千人，再来是万人，相信我一定有机会可以办到的。绑了八年啊，两年前才解，不能去参加比赛啊什么东西。有时候骨子有这种灵魂得不到的时候，你就很辛苦，你就会很痛。不那么慢，我想睡觉，有点兴奋，然后有点紧张，因为他是音乐总监啊，因为第一次做啊，有点紧张。希望都很顺利。我昨天在用那个开场的影片，因为我是总务主管，对啊，然后就用到四五点吧，因为我做那个比较慢，我不是在行，就是什么都自己弄，觉得很累，一直很想在台北开演唱会嘛，因为粉丝很多都在台北，我会发歌嘛，发行一些新歌，然后我们就会做巡回这样子。虽然说年纪已经有点大了，这样做你知道就好像。是年轻人在做的事，今天大概十八。念你那首歌认识王静涵吗？有啊，我有因为那首歌就是大家认识我吗？还是大家对我有印象？我的字典里没有放弃，以为锁定你，我从不写空白的一边表演，然后一边交朋友啊什么的。可是就是突然间一个不行，一个疫情，就是什么都停了。然后你也不是说被迫啦，就是刚好你可以转行啊，或者是转一个跑道这样子。但是你还是很期待啊，可以这样跑来跑去做演出。今天我们全家都会来看我表演，我爸妈今天都会上来。他们算是很支持我了，就是在这方面。因为我有一次哭着跟他们讲说，拜托你们让我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，是真的哭。就是还有很多事情啦，他不是只是当下就直接哭，就是有很多的压力，很多的因素这样子。然后我就跟他们说我真的很累，就是很累，没有办法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是我最累的事情。因为有时候你会，因为我是我们家的老大嘛，有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啊，是不是应该要就是让家里的经济状况再更好一点，或者什么的，大家就是面对。Searching for you, baby. Searching for you, baby. Always.
天几月几号？几月几号都不知道。十月二十，十月二十三日演唱会大出动。对他演唱会来，就是给他就是支持鼓励，他是最棒的。今天有很多人来现场看你的演唱会，希望演唱会加油。这些年你的努力和辛苦，希望在今天是一个小起步，希望你能够更加油、更努力，将来更成功。音乐人，你懂的 ，You Rock。大家希望今天呢，可以听到静涵的创作，可以用 live band 方式展现给大家看，我非常的期待，希望可以大成功，耶、yeah! ！辛苦了，要加油。未来你一定会大红大紫耶，宝贝，演唱会成功，加油！今天你们是最棒的，谢谢，谢谢你们邀请我们过来帮忙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我会继续 support 你，但你要 support 我，非常感动。对，就这样啊。对，就这样。对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王静涵超漂亮，很正，老板加油！你要办得成功哦。Jane 要继续加油，虽然很辛苦，但是做自己喜欢、开心的事情是最棒的，加油！姐姐真的很厉害。你唱的歌很好听，要加油哦！我们都支持你。不过你是歌手本人，我不是。你不是？你在问什么？对，我是。你说今天是我的演唱会，我现在很紧张。我紧张的点，你猜一下是什么？我怕我等一下歌词会全部忘光光。我今天才发现，原来我人缘这么好，然后大家都很愿意来支持我。我真的很爱你们。如果没有你们，今天这一场可能真的是空空如也。门可罗雀，但是我希望这一场办完之后呢，大家重拾一个心情，然后我会更努力，让大家觉得很骄傲。谢谢你，耶稣，求你差派天使天君为我们今天演唱会从开始到末了到结束，你都与我们同在，平安与我们同在，喜乐与我们同在。谢谢耶稣，荣耀都归给三位一体全能的上帝。这样祷告是靠耶稣的名，阿门。阿们